着件衫又话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戴顶帽又话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连饮杯水都可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话时话，到底 Who makes America Great Again？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你以为真系特朗普啊？少年，你太年轻啦！答案系。China. 大家好，欢迎收睇东网视频，我是仙迪。话中国令美国再次伟大，不单止因为上述产品十居八九都是 Made in China， 还因为特朗普被指抱北京大腿，恳求中国协助他胜选。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推出回忆录，披露19年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在日本大阪会面时，特朗普当面要求中方买多些美国农产品协助他连任。根据博尔顿形容，特朗普和中方的互动本身就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前高官出书爆料，博尔顿不是第一个，他的新书之所以轰动，固然因为大选在即，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开口埋口对中国最强硬，又说北京视他为眼中钉，千方百计阻止他连任。怎知根据书中描述，特老头为了向中国销货，卑躬屈膝，好话说尽，其中甚至提到特朗普对北京在新疆搞再教育营表示支持和完全正确，讲一套做一套，令人叹为观止。特朗普做生意要靠父干，凭住老爹借出的$1亿起家，估不到连从政都要掹其他国家三尾，既通俄又通乌，施压基辅当局调查拜登父子，家阵又低声下气恳求北京帮手助选，堂堂全球最大霸权的领导人竟然主动邀请别国干涉内政，美国国运衰微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特老头呢头指责博尔顿是大话精，司法部那头对博尔顿提出民事诉讼，声称对方新书的内容涉及国家机密。没错了，博尔顿贵为国家安全顾问，长期参与密密，你估求其屈过盲人偷睇国家机密咩？嗱，好多人批评特朗普商人性格，将治国当成系交易，咁讲法未免侮辱咗正当商人。就好似人称量财主嘅清朝商人乔致庸咁，一生坚守维护信誉，不弄虚伪，广受尊重。而特老头嘅信念则系无视信誉，专弄虚伪。上任之后退出多个国际组织，甚至是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美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正正是奸商领导下的国无信则衰的最佳主角。至于讲到要中国做助选员，打完斋不要和尚就听得多，特老头却是打回和尚转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特老头应对不力，国内死得人多，加上美国经济势必陷入衰退，特朗普经济牌再打不响，中国亦都由助选员变成稻草人。特老头反转猪肚，指责北京要为中国病毒肆虐全球负责之余，更忽然民主斗士上身，以参与北京对新疆维吾尔族的打压为由，将多间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名单，重要是简正蓬佩奥和杨洁篪会面前后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摆明玩嘢。再睇真啲博尔顿嘅新书，就会知道特朗普根本唔系啲咩保守派，而系彻头彻尾嘅投机派。去年六四事件30周年，特朗普拒绝发表声明，讲到明自己只系想达成中美贸易协议，其他一概懒理。至于香港的反修例示威，特老头亦都话唔想卷入，讲明就沉，沉沉家阵力撑香港民主事业，只不过是他老人家连任大计的一部分。有些人当正特老头是救世主，以为他会打救香港民主事业，
實情是，若果他老哥今年十一月偷雞過骨，之後一樣要從中國身上攞著數，只要價錢傾妥，說不定又可以來個法甲灣，百分百擁護中國在香港行國安法。反正他對博爾頓之流恨之入骨，說不定都想援引類似法例打入天牢，到時候讓路賣港賊就真是被人賣了還要幫助數錢，只能夠嘆一句，跟啲咁嘅大佬吔屎啊你！好啦，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大家对内容有咩意见？系 like 搞错啊，定食花生呢？投票话俾我哋知啊！多谢收睇。